欢迎来到有生之年高家人的拍摄现场。哎，这个不就是二嫂常常拿在手上摇来摇去的摇条椅吗？到底二嫂这样子一直摇一直摇，到底在摇什么嘞？我们马上带大家来还原一下现场。原来是加了牛奶，倒进去之后呢，盖起来，然后摇一分钟，记得要平摇哦。一分钟之后就可以喝了。嗯，真的非常推荐给外食族哦，因为它含有27种的高纤谷物，可以补充你足够的营养之外呢，还可以增加你的饱足感，真的是美颜又顺畅哦。请支持 TVBS 国际 Plus 全新频道，让您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，接轨全世界。恳请订阅，开启小铃铛。